那咱们现在同学们呢，就是说练了之后，就是哎呀，还老练这个呀。总想练点高级的东西，其实呢，你必须通过练功之后，身体里边发生变化，才能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呢，咱们家里面教功也是一样，所以教真练功的人，要他从基本功练起来，就为了治病的，通通气血就够了。真长功夫，就还真得从站桩搞起来，从棚接灌顶法认认真真的搞起来，一步一步的来。你想快乐，欲速则不达。This is a cumbersome task, but meaningful and valuable.